拜德姆台风。哇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今天住在台东的民宿，什么民宿啊？叫紫金民宿。哇，而且我们这是四楼哦。发生什么事？看一下。四楼是最喜欢。这不是世界末日，这是台风来临的前夕啊。台风不是前夕啦。看一下，看一下那个什么树的，那个什么树，好，吹成这样子的。椰子树，椰子树。好，而且呢，今天我们在饭店D楼的外面还树倒掉，还有东西飘走。路也裂开了，对不对？桥断掉，对，桥也断掉，有没有？对。然后山崩，山崩，山崩，看来两座山崩下来。儿子看到你，儿子进去了，到爸爸那边。你在做梦啊？没。好夸张哦！看一下我们的。超级大海浪哦！你看远远的，那个海浪已经很高了哦。现在老公现在到底登陆了没啊？现在已经登陆了吧？现在已经登陆了。从哪边登陆？从我们的民宿这里登陆进来。我说真的啦，是往哪边花莲哦？你刚看新闻，花莲宜兰附近。哦，啊，我们这边是台东啊。对啊，我们是从这边擦身而过，就已经这么大了。对呀。看，相当壮观啊！哈。我们本来是要去沙滩玩的呢，这边民宿下去那边可以去玩沙，多好啊！结果今天不行，好可惜。这间民宿修个短袜哦，今天才花了1600哦，而且四大房很好哦。好了，刚刚说什么？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好，今天是一个非常棒的天气哈，我们不祈求风和日丽，但是祈求风雨交加。哦，你看这种风是真的。去富冈渔场坐船去绿岛了，等一下马上出发了。在幻想，我们的绿岛之行被这个台风打乱了。拜拜喽！拜拜，我们要进去房间喽。